想最主要的是，我们希望以人民老大的方式出来参选，我们希望唤起我们一般老百姓弃绝蓝绿，而且希望自己做主，拿起自己的政治权利这回事情。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其实是希望号召全台湾百万的移工跟移民，包括关心他们人权的人，我们这次特别希望移民人权、移民移工的政治权能够在这次选举当中受到社会大众的重视。董尤倩将来问政的时候，如果有怠惰，如果忽视了民意，如果背离了初衷，那我们将协，我们现在就协商一份完备的辞职书。若有以上的情况的话，我们就可以马上让他辞职。这就是我们对监督民意代表的负责态度。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个辞职书，请董尤倩签名。立委是公仆，立委是公仆，人民是老大，人民是老大，签下辞职书，签下辞职书，日后好监督，日后好监督，签下辞职书，签下辞职书，日后好监督，日后好监督，人民是老大，人民是老大，立委是公仆，立委是公仆，签下辞职书，签下辞职书，日后好监督，日后好监督。我觉得现在台湾这个选举制度，其实是一个让老百姓选择对政治保持距离跟隔离冷漠的方式。可是这一次我们决定站出来，因为我们希望真正能够拿回到我们人民自己的权利。我们有柬埔寨的李伦，来问尤倩，第一个上阵，同时我们旁边还有来自印尼的文娜跟越南的四贤都一起来为尤倩加油。我们新移民和外劳的苦，